心花永不再年花开花。感恩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太上人给孩子他12年龙癫痫。然后第一个问题，我们2013年11月初开始念小房子，目前已经化掉2680张，其中大约有200多张结缘，但是孩子抽搐情况反复，梦见也不好，请台长慈悲开始。结缘的房子有问题，我帮你看看他一共收到多少张，好吧？好的，感恩师父。你一共是2000多少张啊？2680张。你知道小房子一共收到多少张吗？只有800张。你自己讲给我听，你自己加起来有没有800张啊？差不多。看见了吗？结缘的房子有问题。我结缘只有200来张。那就是说你自己念了2000多张都有问题。你现在告诉我哪几个人帮你念的？你家里？我自己还有那个丈夫还有妈妈。妈妈是最近几个月念的，但是在4月底我们打通预约图腾，台上您说有收到1000张。800张。现在只有800张。800张啊，明白了吗？那是就是说我们质量很差劲。不行，明白了吗？几几年的孩子啊？2012年属龙。他身上不但有灵性，还有狂风。狂风是什么知道吗？就是一种气场在他身上不对的吹他，所以这孩子站不住的。是的。这个孩子我告诉你，食欲不好，吃不下，肠胃不好，小便不好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一到晚上就害怕。是的，晚上睡觉很不好。他有的折磨你了，这个灵性不走掉的话你有的麻烦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好好念呐。那请台上慈悲开示，我们现在全家一起念1200张，没什么客气，每天5遍礼佛。那请台上开示，我自己还有妈妈孩子的功课应该怎么做？你自己多念一点心经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告诉你，这孩子现在从这个地方，喉咙这个地方到嘴巴这一段有一条黑的气，所以这个孩子应该不会讲话的。大家看见了吗？而且乱动，抱也抱不住。我告诉你，灵性不走他什么都恢复不了的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这样。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念经，好好的许愿放生啊，你自己要坚定信念，还有你妈妈，叫你妈妈要好好的坚定信念。你妈妈是刚刚学，嘴巴里过去在见到心灵法门的时候有犯过口业，你自己老实讲。是的，是的。哦。叫他妈妈好好忏悔。是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妈妈要是不忏悔的话，你妈妈接下来的心脏会出问题。知道，知道，明白，明白。那如果希望孩子有最基本的康复，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我刚刚讲了1200张。OK， 明白。好好念，有本事就你们自己家里好好的念。明白，明白。1200张之后，你看看会不会好起来？明白，明白。好吧，300张之后就会好起来了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那放生还要多少？因为4月份台上开示要15000条，现在放了大约5000条。差不多。继续。放生倒差不多。给他房间里呀、给他房间里多，晚上要放那个大悲咒。以前不敢放，以前一放他就发了两下。有灵性啊，
轻轻的放呀。OK， 明白明白。好吧，请台上慈悲加持一下，孩子吧，他多痛，实在抱不动了。加持一下，你们都是业障哦。我知道我们的业障，我们自己背。自己背，你背得起哦。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真的，好好努力呀、啊！真的，啊，好，站好了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奎元博。站好，奎元博。喂，站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不要动，好啦，加持过啦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回去会好很多啦，好吧，嗯。观世音。